今天来阳明山竹子湖看阿基赛绣球花。啊，风景看完了，当然要来去找吃的咯。这间是老台北人拢知俗骨大碗的餐厅。正店的生意好佳，会当饲五家伙的人。这五家伙每一户做一年的头家，爱轮四年才阁会倒转来换伊做头家。哎呀，那边来呀！这边来，这边来。这头家吗？好必吃，还个是买个糖醋鱼也是必吃的。哦，糖醋鱼不要了。哎。嗯。不要。你看伊卖卖遮尔侪行，每一行拢真俗。遮侪厨师啊，你也看。阮来了上早，人有较少，确定啊，都第二天。讲啊，讲啊，街啊，落去放山啊。放山的啦。啊，这是你呢？这是谁在？哦，介绍。很精华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水啊，这水。山猪肉，炒龙须菜。哦，山猪肉炒龙须菜哦。啊，这唔啦卖饭菜尔，嘛阁有一挂凉糕。看我走啊，个人已经渐渐客满咯。